会议一开始，谢明珠议员就对上了县政府财政处长李素琴，要不要自行删除县政府总预算2000万元？火药味相当浓厚，再加上自家国民党议员也同意删除。上限标准，实际上那个上限标准是可以调整的啊，可是县政府一直拿这个上限标准来跟我们讲，那我个人认为这是相当不合理。所以我以为说2000万也太少了一点，如果真的要删，起码要删5000万。我删掉，但在这个预算的部分就会跑到那个债务，那我不能假设说税收审查结果是怎么样，这个不能预想。双方为了要不要自行删除总预算2000万元乔不容，就有议员二度提出了休息10分钟，国民两党党团进入协商。对于众多的议员要删除总预算2000万，县政府各处的首长像是如临大敌，在旁讨论对策。最后国民两党党团协商结果决定审查会期延长5天。东台宣布陈敬业在台东县议会的采访报道。